Samsung Galaxy J5 在同一個規格底下進行新的智能進化，是體現緊佢有超級的省電模式。當發現電池量降低的時候，手機會自動關閉一些不必要或者不常用的功能，從而降低耗電量。咁樣喺以備不時之需的時候，可以表現得更加保持聯繫。